中国历史上的22圣你都知道吗？文圣孔子，武圣关羽，亚圣孟子，兵圣孙武，谋圣张良，诗圣杜甫，草圣张旭，书圣王羲之，史圣司马迁，画圣吴道子，词圣苏轼，曲圣关汉卿，乐圣李龟年，剑圣裴民，棋圣黄龙士，医圣张仲景，药圣李时珍，科圣张衡，商圣范蠡，厨圣伊尹，茶圣陆羽，酒圣杜康。中国最著名的四大你知道哪些呢？民间四大喜事：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四大发明：造纸术、指南针、火药、活字印刷术。四大名楼：黄鹤楼、滕王阁、蓬莱阁、岳阳楼。我国四大别称：华夏、中原、九州、神州。四大名著：西游记、水浒传、三国演义、红楼梦。四大古都：西安、洛阳、北京、南京。文人四友：琴棋书画。四大菜系：川菜、苏菜、粤菜、鲁菜。四大神兽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四大凶兽：穷奇、饕餮、混沌、桃物。花中四君子：梅、兰、竹、菊。四大名酒：茅台、汾酒、西凤、泸州老窖。我国四书：中庸、论语、大学、孟子。四大国粹：中国医学、中国京剧、中国武术、中国书法。中国最著名的四大人物你都知道哪些呢？四大丑女：嫫母、钟无艳、孟光、阮氏女。四大美女：西施、貂蝉、王昭君、杨玉环。四大丑男：晏婴、左思、包拯、刘墉。四大美男：潘安、宋玉、兰陵王、魏玠。四大才女：卓文君、蔡文姬、李清照、上官婉儿。四大才子：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、徐祯卿。四大奸臣：蔡京、秦桧、严嵩、和珅。四大圣贤：孔子、孟子、朱熹、王守仁。四大名医：扁鹊、华佗、张仲景、李时珍。四大名将：白起、廉颇、王翦、李牧。四大名旦：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。四大判官：魏征、钟馗、陆之道、崔珏。为什么中国人吃饭一定要用筷子呢？筷子在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。筷子长7寸6，代表着人的七情六欲。七情是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。六欲是人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。筷子成双成对，代表着阴阳相对。用筷子的五根手指代表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而筷子一头圆一头方，代表着天圆地方。手在筷子中间呢，就代表着天地人三合。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，力气大的打不开，力气小的夹不住菜。这表示在天地之间，人应该懂得分寸和礼节，更应该懂得